国民党六县市告急恐变天，云林有机会扳回。选举剩最后一个月，民进党的气势感觉袂歹哦。好你个头啦，哪里好？拜托诶，连国民党家己也算有六个执政的关系哦，选情告急啊！这么严重？啊，台湾头家人气哦，拢有迄个黄锦泰代赛啊，国民党会有迄个民进党的林佑昌规划胖胖去啦。唉，基隆是真的是没办法啊，唔单家人安尼尔。那個、连胜文、哦、也创下那个国民党候选人是台北市的民调输给对手差距最大的记录了。他能选成这样，实在无话可说。这道最具全国大选指标意义的台中市也是安尼啦。林佳龙有机会啊，赢得胡志强哎。真的吗？啊，还有那个中华、哦，黑心友的故乡啊。本来蓝绿的差距本来也不多啊，林昌民进哦陷入苦战啊。都嘛黑心友害的。人家一起和 nice 小公主陈以真哦，打压涂谨泽，那压起得得啊你啊！可是国民党在云林的张立善有哥哥张龙卫操盘，有机会撂倒李进勇哦。哎、欸，但是一向铁票的李导，这道片哦，过了20多年哦，总算有机会二度变天呢、啊。民进党派的陈光复哦，有机会再拍败派的苏坤雄啊。天呐、啊，县市长选成这样，2016的总统大选不就去掉半壁江山了？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哦。